现在开始协商会议，协商进行前，先介绍到场委员及机关代表。
现在介绍到场委员及机关代表。啊，介绍国民党团曾明忠的委员，民众党团邱成年委员，时代力量党团王婉玉委员，民进党党团赖品妤委员，以及高金素梅委员。介绍教育部潘文忠部长，常务次长兼体育署代署长林腾角，法制处处长李松茂，行政总处陈美智专门委员，全系部法规司副司长谢银龙，内政部地震司陈杰宇专门委员，外交部条约法律师黄仁良专门委员，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吴巧梅副组长，华务部廖江宪参事，卫生福利部陈清梅兼任稽政，国家发展委员会赖运林副处长，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赖盈宇副处长，公共工程委员会刘慧君专门委员，主计总处李立秀的专门委员。本日会议并案协商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台湾民众党党团委员黄国书等19人，委员林立锦等20人及委员张廖万坚等21人分别拟具国家运动科学中心设置条例草案等5案，及进入二读委员范颖等18人，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吴思瑶等26人及委员赖品妤等17人提案，以上共计9案。本案为制定案，审查会前于111年12月6号审查完竣，审查结果除第3条、第6条、第22条修正后通过外，其已经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并决议院会讨论前需交由党团协商，协商时请参阅协商条文对账表及审查报告关系文书。与会委员如有修正动议或机关有建议内容，请提出书面，印发现场进行讨论。现在先请与会机关代表说明，并请出席委员讨论。现在有委员有新的修正动议案，先请提出修正动议的委员说明一下。首先，请高金素梅委员针对修正动议第一案。好，非常谢谢今天的召委哈，然后部长也在，然后各党团的出席代表都在。我的那个修正动议一呢，第3条。那么其他我是跟所有委员一样，但是我增加了一款，这一款就是办理全民体能的评估，提供福祉个别化的运动处方，鼓励终身规律运动的习惯，增进国民健康还有福祉。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我们看的这一个草案这个法案里面呢，好像只针对这个夺牌的，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学校端其实已经有体适能的测验，体育老师还有专家学者也可以针对学生的测验结果开立运动处方，来指导学生加强身体上的柔软度、肌力度、肺活量等等。但是我们看一下，学校以外的群体就没有这样所谓的体适能的测验跟指导。我们最近来看到，就是呢医界的分享非常多的现在的文明病，其实呢都是来自于缺少运动，所以呢医
生他开立的处方就是叫我们的全民能够多运动，就是现在得文明病的这些人，但是要怎么运动怎么强化，这个是医生他没有办法指导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仰赖运动科学中心。所以我希望呢运动科学中心能够扮演全面性整合的单位，整合国训中心、体育署、教育部、卫福部，让运动科学中心的业务不单单只是为夺牌而设立，而它是整个整合了全民的健康、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运动产业。这样子我觉得呢，这样子的所谓的这个成立这个国家级的才比较符合。但是我们也可以看看，我手上有非常多的资料，我们不要讲其他的国家，我们就以亚洲好了。亚洲各国包括日本、韩国、中国，他们都已经把全民运动列入法里面了。那日本当然是他先成立 国家运科中心，然后再来成立国家训练中心，但是呢我们是国家训练中心再来，然后现在是运科中心。所以我认为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韩国呢它是国民体能100，它是以增进国民的体能还有健康为目的，透过科学的方法测量评估体能的状况，然后提供运动咨询还有处方的国民体育福利服务。所以我们看到韩国、亚洲、日本、中国其实都已经把全民运动放在这样子的草案里面。我认为我们既然要推这个草案，而且呢目前好像行政院院长也都已经揭牌了嘛哈，只是已经筹备就开始了，所以我认为他应该更要全面性。所以我在第三条里面开宗明义放，当然这个待会哈部长有跟我谈过，他说其实全民运动是没有问题，只是文字怎么放，那我没有建议，我没有意见，但是我是认为就是在第三条的条文里面必须要有全民体能的评估这一项放进去，好不好？以上是我的建议，谢谢。好，谢谢高金素梅委员的一个说明哈。那今天修正东有4个案哈，我们一并请提案人说明之后再请主管机关来做一并说明。现在请修正动议第二案，提案人曾明忠委员。好，谢谢赵伟，谢谢各位同仁，谢谢部长。那国民党团提出修正动议2，那有2条，第一个是第三条。那我们的目的写得更清楚，能够让国家运动科技中心以后的运作更顺利。那我们第一项的第一款是办理国家竞技运动代表对运动科学的整合服务，它是一个整合性的服务。第二款是协助提供优秀运动选手及教练运动科学的资源服务，这是第二款。第三款是推动运动科学的研究与应用。那第四、第五、第六没有变。那增加一项，第二项前项业务范围包含运动科学、运动医学及运动科技等领域之研发、应用、推广及技术转移。我们目的是希望未来国家运动中心设立之后，它的业务范围能够精确的定位，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第18条，我们是希望增列副执行长2位，那所以本中心执行长1位，那副执行长2位，那后面加个副执行长是相助执行长处理中心业务。啊，第9条里最后一款就是他的这些相关董监事的规定了，执行长跟副执行长要准用之，这是国民党的修正动议二，以上说明，谢谢。谢谢曾明忠委员的发言哈。接着请修正动议案第4案，请赖品莹委员说明。谢谢主席。本席在这里提出的是修正动议的第4案。那几个问题啦，第一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这个第三条，我们这个修正动议的，在第一项增列健康管理跟医疗照顾，还有第二项增列了办理国际运动赛事资讯之收集、分析及资源。
那在这个第四项也整理了进行运动科技之研发、技术移转及价值应用。那我觉得蛮可惜的是，之前这个张耀委员提的推广运动科学普及化这一项没有被纳入。那这部分，因为其实我之前就有说过，我支持这个张耀委员版本的推广运动科学普及化啦。这个国际上有逐渐重视一般民众运动健康发展的趋势。那如果去参考这个韩国体育推广委员会的经验，我认为啦，应该要更积极的这个利用我们运科中心的专业。那去结合这个数据科技去开发应用程式啊、数位产品等等，那系统化的去协助这个全民、全台湾人可以持续参与运动，那同时也传递这个运动健康知识。因此，我提议这个第六项除协助规划及培育运动科学专业人才之外呢，它应该也是要增列开发运动科学产品服务，那并且推广于一般民众及各级学校学生。去促进全民健康与福祉，这个让运动科学普及化以外，也让全民运动成为未来精进竞技运动的基础。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的内容。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因为运动科学横跨了运动生理、营养、训练、科技等专业领域，它真的是高度非常的专业。那以及如何跟产业合作的销售啊、软硬体的研发等等资源的扩充，无疑是这个台湾运动产业能不能再上一层楼的关键。所以运科中心除了精进运动产业以外，也应该要透过跨域合作的方法去促进这个其他相关产业升级，让运科中心的任务它必须要是一个更具前瞻性、更具策略性的机构。那所以我也提议说，这个第三项除了推动运动科学研究之外，其实它应该是要增列这个结合运动科技及产业发展，还有跨域合作，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部分。那最后还有一点就是我自己的版本啦，当初虽然没有到委员会审查，那终于在今天协商有机会谈一下我的版本。我这个版本第三条有希望运科中心能够对这个运动产业啊、科普教育做规划跟推动，那也甚至是特别新增这个身心障碍者、老年人、女性、儿童的运科协助。因为在这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SDGs 里面，将关怀这个各个弱势族群、促进各年龄人群的福祉都有纳入指标。那运动科学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前瞻性的科学。我认为可以将这个各个科学领域的知识运用在运动中，去提升它的表现，更应该要进其所能啊，去加强目前这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应用跟协助。那我相信体育署也是会认为说，这个运科中心的服务是针对所有的群体。那这些群体，我刚提的这些群体，当然自然是会涵盖在内啦。那我认为应该把这些群体的照顾明文入法，才能够让运科中心更积极的去负起照顾他们的责任。我想台湾真的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好不容易等到运科中心的成立。那上一次我在委员会的时候也有特别提到说，运科中心是一个全新的行政法人，所以理论上他应该要开创更多新的可能性，也希望体育署尽最大的诚意去圆拟这个未来的方向。那今天也有看到像刚才高金委员还有国民党团这边也都有提出修正动议，其实方向跟我刚讲的也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基本上跨党派的委员都是支持这个方向的，这个请教育部跟体育署要认真面对。谢谢。谢谢赖品委员的发言哈。那今天新增的修正动议有四案，牵涉的是第三条跟第十八条，请教育部先说明。好，陈委员说。好，谢谢赵委哈。虽然民众党团今天没有提出修正动议哈，但是我们还是要表达一下基本的态度哈。我想这个台湾民众党团非常支持这次草案的推动，尤其在整个运动科学普及化，如何跟这个产业链结跨域来去整合，甚至是把它作为整个后续的一个扩充性的一个产业哈。我想这个非常重要。那虽然本次协商草案的内容在委员会逐条审查的时候并没有保留条文，但是对于整体运科中心定位的问题，我想等一下有机会的话，请这个相关单位还是要来再做进一步的说明，那来做进一步的厘清。那我这边提出四点提醒了。第一点就是说，到底国家运动科学中心未来设置以后，跟原来的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的业务是不是有这个
重叠，或者是说相关的这个分配上的问题哈，这部分可以细致的说明。第二个就是说，未来两个单位如果业务上沟通的落差，两个机关单位如何协调？到底是运科中心听国训中心的指挥，还是反之哈？这个部分我想可以把它的关系再更厘清的去加以说明。第三点，国家运动科学中心成立之后，相关的人力评估的方式哈，到底有什么样的优势，能够促使哈运动科学人才愿意投入？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想，这个政策核心在执行力，怎么样提升诱因，包含后续的揽才跟留任的配套措施，那尤其在新设的单位，要怎么样达到这样的目的哈？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要来进一步的说明。第四点，运科中心设立的目的，到底是为了训练谁？是训练国手，还是长期培育有资质的这个好手？我想刚刚从几个党团还有这个委员的修正东西看得出来，大家也都非常关心这个相关议题的一个厘清哈。那我想，我国有非常优秀表现的年轻选手，其实非常多，但是缺乏长期培养的机制哈。许多选手在训练的过程，因为没有整体的一个体制性的训练跟建议哈，所以很难单凭个人之力哈坚持下去哈。所以我想这个中心的设置，我们是非常赞成这样的草案通过，但是实际的执行面能不能够有效达到当时我们的立法过程哈，我想这个部分是我们要提醒的重点。那运科中心应该要明确表示自己的定位，到底是训练国手，还是要培训相关的这个体育的潜在人才哈。我想这些问题厘清以后，我们非常乐见跟支持设置一个有运动专业科研系统哈，可以配合政府的整个体育科学的政策，对国内的运动科学发展提供更大的贡献，尤其在强化我国国际竞争力上面的一个实力哈。那我想今天各党团都表达了这个态度，希望相关部会可以正视这样的问题，做更细致的一个说明跟讨论哈，以示大家的一个疑惑哈。那尤其我国的运动人才长期以来碰到的问题哈，我想这个相关部会比我们更清楚哈，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立法哈，把我们的相关的运动人才跟运动科学可以更加的普及化、常态化。好，谢谢。好，谢谢邱成委员的发言哈。我想我再声明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就主要是进行党团的协商了哈，因为如果说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条文来做处理的话，我们处理不完。这个处理部分是不是说这个我们就是委员的意见，如果在相关条文的时候你们来做表达，或者一个人问题我们很难处理。那请王委员你现在发表请说。好，我想今天的大部分的修正动议以及当时在委员会审查的时候，主要还是聚集在第三点，就是我们大家相信都是非常希望我国的运动科技能够运动科学能够积极来做推动，以及包括我国的运动都发展都能够继续的往前进。尤其是我们也看到说在运动科学的部分恐怕是脚步已经比较缓慢了，所以在这样千呼万唤使出来的情况之下，我想大家都是支持这个运动科学中心的设置，只是它的业务范围应该要涵盖到哪些是大家在第三条有所争议的部分。比如说它的对象应该是选手还是全民，又或者是我们谈到的是运动科技的研发和技术转移以及应用到选手身上，还是指整个科技产业的发展，其实都很需要大家更进一步来讨论。那或者是像时代力量党团提到的版本里面特别提到的是这个中心场馆的营运和管理应该也是要纳入规划当中的，原因在于说即便现在初步是用国训中心来做使用，但未来难保说它不会有自己独立的场馆，然后这些营运的部分其实应该要一并纳入考量。既然今天要设置了，我觉得应该要更积极的来看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讨论过程中更加的聚焦，以及更加的把未来可能会看到的问题，看到应该涵盖的范围都应该做一个好好的讨论。就刚才提到前面几点那我想请教一下，说等一下可能教育部回应一下，那像比如说对象到底是以选手为主还是全民，以及我们现在是主要是在做科学的发展和应用之外，有没有要变成更进一步的促进这个运动科技产业的发展，或是运动科学产业的发展，那还是说这几个产业可能会纳入在所谓的第六点第六款里面的其他及运动科学相关之业务。那我觉得既然要设置了，我们应该要就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厘清。那时代力量的立场是希望我们还是今天能够好好的来讨论，然后并且能够有机会让这个部分在今天的协商就能够完成。谢谢。好，谢谢王婉仪委员哈。那在场委员都已经真的部分，我想请教育部针对委员的这个询问的部分呢，做充分的说明。
好，谢谢赵伟还有各位委员哦。那首先也要特别感谢赵伟还有我们各党团各位委员哦，对于我们即将成立行政法人应科中心哦，在整个政策上方向上从委员的非常热切，从之前的讨论到现在，基本上都是以让它成为国家未来在推动运动方向哦。我想这个要代表教育部特别谢谢各位委员哦，大家对这个议题这样的支持。那刚刚就四个动议的部分，主要是两个面向哦，一个当然也就是刚才邱委员、王委员也在提醒的，针对任务也关系到我们到底希望运科中心的对象，还有它的任务范围哈，扮演的角色包含今天有三个的动议啊，等一下我简要的说明一下。那另外是我们曾委员哦，总召这边有提到第十八条的这部分，那这个部分也我实务上哈，谢谢包含召委啦，总召都关心。与运科中心的实务的运作，我们的讨论过这么多的草案的，就是说运作就组织规程的部分，事实上本来就会有一位执行长，两位副执行长哦。那这一次目前在第十八条的呈现，是一般我们对体力啦哦，从原来国信中心还有我们也参考，大概都会写到执行长的这个层级哦。那如果说在体力上我们维持跟一般一样，我是会建议，也许我们这个对，只是说，因为刚好两个中心都设立了哈，以国信的写法就写到执行长。那我是跟委员这边建议，大家看怎么样哈。如果说我们也可以用一个体力就一致，但用附带决议，因为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而且这是必要啊。如果说总召这边可以的话，跟赵伟是这个想法。用附带决议啊，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好、哦、啊，体力我们就不会觉得说两个中心长得，我们赶快整理了。对对对，因为这个实务上也必要哦，一定要有两位副执行长来相助啦。哦，所以这个我想第十八条，也许我们用，如果总召这边也 OK， 我们以这个方式，这个可能第十八条也许就比较维持原来的体力。好，那针对这个。运科的任务啊，因为在上次审查会议啊，也谢谢我们很多委员的版本啊，大家又集思广益啊，已经做了一个审查会的版本哈、哦。那今天我们几位委员所提的，包括刚才邱委员、王委员所提醒的，还是以一个概念，运科中心的对象哈、哦，原来确实在行政院版所提的。所的比较聚焦就是以国家级啊，包含那个级的意思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选手。但是经过委员大家的讨论，认为应该是国家优秀选手，这个就会涵盖面就不一定是只说唯一聚焦在亚奥运的选手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级的概念。那也包含我们有一些未来优秀选手的培训，这个跟政策上是比较相近，所以。把那个极致改变以后啊，其实在选手的部分啊，就不会只聚焦只锁定在这个很精英的少数，然后也是当时委员大家的一个共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运动科学的研究跟应用，还有对于包含今天委员提到那个产业，因为运动科学确实也是一个很重要，也有产业的未来的连结跟使用的这一方面，所以呢这一方面啊，经过当时大家讨论，有做到这个文字。那今天赖委员的文字里面也在希望说，也能够要有一些比较可以再扩充的哈。这是我们等一下也会来做一个斟酌。那针对高俊委员所提的事实上就是说，除了选手以外，那这个运科的应用其实也应该要扩及到我们全民，是因为以后也是大家全民也会去做运动哦啊。当然这个等于说它的应用啦哈、哦。那另外包含。刚才赖平委员的这个第八的这个款项，也希望点出具体的对象啊。事实上，这个就有点也是全民的概念哦。所以我想，因为基于条文，大概也不会把它写得太繁复，所以也许我们用几个比较的词，但是也把这样的精神能够涵盖哦。这个教育部体育署这边目前我们初步会有这样的想法。等一下也许我们也快速整理一些文字啊，这委员做一个参考，我们再来看看做一个斟酌。那刚才邱委员提到对于国信中心跟运科跟就是
运科中心的这些任务啊，这个当然在开过去九次的会议里面呢、啊，其实都有去思考过未来这一部分呢、啊，是有一个过渡阶段会做一点协助啦哈，因为新成立的运科中心也许不像一下就能够到位，但是它未来运科中心成立的四处，那国训中心原来的运科处啊，它就会比较以医疗救护的这一种单位来慢慢的过渡，所以这两个单位以后是不会说这边也有一个运科处，那边是一个运科中心的概念，那人员也会随着明年的亚奥运后逐步的把这个部分能够就定位，只要是让教练跟选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漏接了，哦，这个是所以对于这方面呢、啊，两个中心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的衔接，但不会出现长久啊，好像有业务重叠啊，人员好像也不知道要听谁的哈、哦。那对于这整个组织的设计啊，我也跟招委还有委员报告，过去教育部为什么都会请督导这个体育的次长来担任国训中心的董事长，原因就是体育署还是跟国训中心也要有一个业务的这样的衔接，所以督导体育署的次长也通都、就是兼任国训中心的董事长，那未来国训中心的董事的这个兼职啊，我们也会由督导的次长来做国训中心的董事长的概念，那这个就不会出现好像两头马车的概念、哦、所以我想这个在整个运作的设计上面除了两个中心法人以外，还有体育署跟教育部，那所以也是会以这个机制，这个在过去这段时间就像我们林次长来担任这个角色，甚至这段时间代理署长在运作方面呢、啊、也是确实能够让行政之间还有跟运科中心之间国训中心之间是比较更步调一致啊，大家对政策的一些规划跟执行也会比较一致哈、哦，所以刚才邱委员、王委员所提的，我做这样的说明，因为这个在过去这一段筹备的过程，其实是有深入的讨论。那所以如果是这样，等一下十八条我们就以附带决议哈、哦，这个谢谢招委还有总召这边能够来认同。那第三条的部分呢、啊，等一下我们有一些文字，是不是我们就给委员这边啊，我们用这个整理来做参考。嘿嘿，对对对啊，对一下这样好的哈、哦、，OK， 好，谢谢。好，谢谢教育部的说明哈。我想今天各位委员的意见，部长这边是充分正面、尊重也接受的方式哈，来做文字上的一些增订啊，或者是修改，那把各位的意见纳入。那我们现在等那个教育部把第三条的部分修正内容啊。选总文件拿出来之后，我们再做处理。好，那另外十八条哈，也请赶快附带决议。你们十八条写一个附带决议的。好。那总招委，我就请林次长哦，就条文的部分，请林次长来跟就条文做说明。好，谢谢谢谢招委哈，谢谢我们各党团各位各位委员哈。那这边刚刚发下去哈，那么我们一方面也是重整哈、啊，之前在十二月五号哈、啊，那么在教文会呢各委员的提案版本的啊这个审查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条文，那同时也针对今天哈、啊、我们有修正动议啊四个这个案由哈、啊，那除了第二案呢、啊、是针对有关副执行长两人的部分，跟刚刚我们会另外在啊这个这个临时动议的部分哈、啊，那么再来请委员来做一个签署哈、啊，那之外呢针对修正动议一。修正动议二跟动议四哈，那我们这个三个版本的部分，我们大家会诊哈。那么这个版本的一个意见哈，那这个三个修正动议的主要意见的部分呢，大概几个。第一个，希望能够呢，这个运动科学的这个成果的部分哈，能够普及应用了，推广到这个全民哈的一个应用啊，这是一个。第二个的部分，也希望借由啊这个啊运科中心的一个成立哈、啊，那么所研发出来的这些的啊这个包含技术移转啊等等这些部分，将来也能够来协助运动产业。来提升它的一个竞争力的哈，那所以呢，大概我们也就提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修正哈。那么在原来十二月五号哈，那么教文会哈，我们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跟那个教文会联席会议里面审查通过的出案条文啊，那么总共是有原来是有七款。那我们再增列一款哈，那文字上的修正的部分的话，请各位委员看一下哈，我们这边的建议在左边的地方哈，就是在第四款。啊、哦，第四款呢，就是进行运动科学之研发技术移转及加值应用，
的后面的部分，刚刚因为这个应用之后，将来都希望能够提升这个产业的竞争力哈，所以我们建议是后面加一个啊，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哈，也赋予我们这个运科中心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个任务哈。那么另外呢，增列第七款。哦，第七款呢，就是运动科学成果推广啊，全民的一个应用。那我们也希望这运科的成果的部分，不是只有在国训中心哈，针对这个啊国家级的选手或者是优秀选手的这个部分呢，也希望这个成果的部分的话，也能够普及到推广到啊全民可以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成果。所以增列了一个第七款哈。那以上呢，这个条文的一个修正啊，希望能够啊获得到各位委员以及各党团的一个支持。以上说明，谢谢。啊，请问各位委员对于这个所提出来的文字部分有没有其他意见？其实内容都有涵盖了哈，包括高委员的部分都有涵盖在里面。对，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呢，运动科学的成果，它会推广给全民运动嘛，对不对？但跟我提的就是全民体能的评估，这个会不会在里面呢？也在里头吗？基本上也包含在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条文的最后一条的部分的话，那个其他与运动科学相关之啊这个业务啊这个部分也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好 ，OK， 那我就相信您，谢谢那我谢谢我没有意见，谢谢。好，各位委员没有其他意见的话，请签名好不好？共同做提案，好吧？嗯，签一张哈。来来，来，好，在签名的时间呢，我们来处理那个第十八条的附带决议。那个曾委员，你听一下哈，曾委员，这个附带决议哈，第十八条附带决议，国家运动科学中心除次执行长一人外，应在组织章。章程原定增至副执行长两人，相助执行长处理中心业务。给他看一下。这个练吗？这个练的，要先读。不用，直接请等一下都签完了，请本人做这个，本日做协商决议。好，谢谢各位委员哈。本日做协商结论如下：一、第三条照协商内容通过，详如附件；二、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三、新增附带决议一项，详如附件。稍待议事人员将协商结论书面制成，制作完成后，即交由委员签名。谢谢各位，散会。
这跟你们也有关的。邓明东把他其他干部都干掉。可以吗？谢谢。他们十一这个会议提报了之后，哦，这样，他们讲，对，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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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